报警！别让他跑了！铲除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 地势开阔，需提防流矢伏击。 加罗罗摩阴魂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，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
在这里。若是被他追上，只怕又是一场恶战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时间紧迫，需尽快结束战斗。像只老鼠一样逃到这儿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，真是笑话！看来还好自己不够狼狈呀。
炎波拳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剑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炎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炎波如此重敌，竟无拳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 受阻拜人，蚩尤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。
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神。天魔与魁宇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计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严伯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
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，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树林就是平西村了，昏迷树门前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是妖怪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。不能让妖怪侵入村子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
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破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应该没事了，先回村子吧。凶兽的好真好玩，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的。我不会输的。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只。彭大叔似乎不在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师尊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！哎呦，这不是亲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雨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，都好，一切都好。哦，对了，彭大叔去哪里了？哈，老彭啊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。青叔，你找他有什么？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，让我亲手转交。哎呦，
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呢？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，或者晚些时候再来找他。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，秦叔你有什么需要啊？婶婶我也可以给你便宜些啊。那多谢玉婶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哎，没有交易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没有交易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我什么时候能给天师门绣上东西啊？什么时候能给天师门绣上东西啊？哎，没有交易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你跑什么？有凶手追你吗？你拿了我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我踏雪寻梅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得让你爹娘来娶踏雪寻梅。总之，不给我踏雪寻梅，我就不走了。
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的。哎，听说凶兽在燕归谷附近出现了。嗯，真香啊。